大家好，我是法治观察员王俊凯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过去的一年，人民法院立足环境资源审判职能，用最严格的制度、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。从京津冀到长三角，从三江源到大湾区，每一项国家重点战略出台，每一个重点区域流域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，都牵动着人民司法的脉搏。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示范。今天我们大江大河新年策划活动来到了第三站。作为一名法治观察员，在此我呼吁：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，用之不绝，失之难存。愿青山常在，绿水长流，蓝天永驻，一起为法治打 call。